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这个节目叫《现代印度》，我是太阳。今天是2022年8月27号，星期六，因为是周末，所以我要去新德里做旅行。现在早上7:30，我的火车7:45到来，我们走去看看吧。场地加二住新德里200公里，因为场地加二是印度的两个州的首都，所以他用国家的首都新德里通过公路和铁路相连。终于找到了我的座位。我到了，这是新德里，印度的首都，也是印度的政治执法。我后面是印度政府所在地，在西南省，这里有印度最重要的政府建筑，包括印度总统的官邸，它周围环绕着其他重要的建筑和结构。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印度们，因为印度们和莱西纳省之间正在建造一座新的议会大楼，我们无法了解印度们，让我们在这个地区走一走。
我们现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红堡，这是七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的之一，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，这是主要国家意义的纪念碑。这座堡垒还出现在上香港地线系列500卢比逃票的北面印度卢比。